台中火车站前日前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在斑马线前停下，让一对情侣通过。接着走来的是一名黑衣短裤的男子，驾驶一因不耐久后，即使男子举右手示意，仍然强行踩下油门经过，男子吓得立即跳开。辖区警方3月2日已接获检举并开单告发。第三分局强调，112年间在台中火车站周边已开出99件未停让行人违规罚单，分局将持续加强稽查取缔，呼吁每位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，互相礼让，共同营造优质安全的交通环境。贵没有发小